今日咧喺 Johnny 身边请嚟嘅嘉宾就系中银人寿副执行总裁及销售总监张子求先生 Alfred 噶 ，Alfred 你好，系 Johnny 你好。首先恭喜啦，贵公司获得人民币杰出业务大奖、杰出保险业务年金保险大奖啦，唔知你哋有咩感想咧？哦，中银人寿好荣幸，今年能够再次获得年金保险大奖，肯定我哋喺呢方面嘅优秀表现。作为本地人民币保险先驱，我哋在人民币产品的市场上面可以说相当全面，所以只要提起人民币保险，大家就会想起我们中银人寿。那你们的产品有什么优势呢？我们今年的第二季里面，其实中银人寿在人民币的业务市占率已经接近六成了，连续十年其实是保持市场第一，直至目前为止，中银人寿仍然是市场唯一一个提供人民币合资格延期年金的寿险公司，適合想用人民幣投保的客户早日規劃退休理財。現在個個都講緊金融科技啊，你哋點樣將金融科技引入到你哋嘅人民幣嘅產品或者人民幣業務裏面呢？中銀人壽今年喺四月嘅時候就將呢個合資格延期年金引進電子化嘅領域，同中銀香港攜手推出市場首個手機銀行版本嘅合資格延期年金計劃，利用呢個保險科技開發更多嘅人民幣產品，幫助客户達成財富管理嘅目標。咁啊，再次多謝曬你嘅上嚟接受訪問，亦都恭喜中銀人壽獲得人民幣業務傑出大獎2020傑出保險業務年金保險大獎㗎。多謝 Johnny。